新朋友、老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好。今日是咱迄个2013年吼，凤凰城秋冬啊，即、這个台湾系列的讲座第314场。那么今日这场本来是要请到咱的吴建先即个博士，要来同大家分享到咱当年王国的即、這个。这个地方的这个制度，那么因为这个咱吴博士啊，有淡薄仔代志，想讲要取消这场的这个讲座。不过身为这个凤凰城的这个理事长啊，想讲既然得有这个机会，已经向所有的咱的图书馆的这个地点拢甲伊公布，所以为着梦开天窗。所以理事长家己跳下来讲，即场的即个工作啊，拄好啊，或者天赐良机啦，因为咱天赐。喂喂，到听的声音。喂喂。咱10月13拄好农历的9月初9。9月初9，农历9月初9要办一个叫做“朱意参军”的这个文化巡礼，啊，刚好伫这个前两场的这个演讲当中，会当向大家介绍咱即届要办的这个户外活动，这个“朱意参军”单演活的这个路程。先煞向大家介绍咱今日的主题啦吼，叫做“朱意参军”单演活，伫咱台湾的卡列。随想啥想要讲到这個，虽然是临时来决定，不过这我已经准备足久啊啦吼，无满大家啦吼，差不多准备23冬，在座可能无啥相信，各位可能唔知影今日啥日子，有人知影今日啥日子无？孔子尊龙的这个生日，不过上界重要是今日是拄啊阮孔子庙9月28要祭孔的前2天，十二，我下晡4点。穿着即束的衫裤去做练习了，各位知影无？我啥会当去参加练习，是因为我是咱台南孔庙医生事业医生。伫23冬前，我加入即个医生事业，迄阵，阮的神拜就甲我讲：“欸，后生，啊，你敢知咱孔子庙送去的？”各位知影无？23冬前，阮的神拜就甲我送去的，就是这位朱意参军陈永华。我想，我伫咱台湾有一个遐尼牛的人，伫遐尼久以前，就会晓想讲伫咱台湾起一座，即个咱全台唯无二的即个全台首学。所以迄阵我就对即、這个咱的朱意参军落去做研究。啊，所以今日所有的即个资料，拢是来自应该是甲大家介绍，阮文书的先进夏碧莲律师。伫几冬前啊，有写一本陈永华这个专书。那么我收到伊送我一本册，足侪资料拢引用着阮贾碧莲律师的这个资料吼。啊，佫有一位是咱现代的这个历史系教授啦吼，黄天元先生。啊，伊捌伫伊的这个著作内底，将陈永华的这个书写史事做一个研究。啊，这是咱这个等下讲到这个朱宪忠的注意，吼，咱的陈俊明中医师送我吼。啊，最近啊，咱的文书协会的这个总干事，咱何明兄有机会受到咱的分家人滨海风景区的这个管理处的处长邀请，伊作为台湾盐一本册作者之，那么伊也送我一本种册，内底有真济陈永华、谢娜，足侪咱的盐埕。拢讲号做周南、周东、周西、周北，还是叫做偌东、偌西、偌北、偌来偌去。而且足奇怪，竟然偌东唔是伫偌北的东边，偌西嘛唔是伫偌东的这个东边。我以前一直拢想袂晓，因为我家己感觉讲，我是地理算真好吧。不过看到这本册了后我才讲。原来是那海偌东，不是伫偌西的东边，是啥原因？等下就借着这本册，甲大家来即、這个分享。
那么最后是分我的总务大人啦哈，伊最近大家出版了一本叫做《守护王爷》，这内底虽然是咧讲守护王爷，不过伊是咧讲咱台湾庶民史，就是讲在座各位恁伫对答，比如讲屏东、内埔啊，内底有一间庙的庙公，伊就是去采访庙公对这间庙的主神甲周围的这个文化来做记述，内底。有讲到真侪咱陈永华的故事，这本册伊的作者叫做陈玉芳啦。欠债大家叫做是咱大天后宫迄个画家陈玉芳，唔是哈、啊，这个是听讲是植物的专家吼，植物的专家，你捌你嘛吼，陈玉芳。疫情经理大夫，不错，就是很棒。跟三民学院。啊，所以即马开始啊，咱的 ，Hello， 刚好啊，啊，等一下。安尼拉拉杂杂讲啊，侪重点是要大家报告。咱今日的探讨完全是因为有先人对陈永华注意参观的这个研究，所以靠今日伫咱图书馆正式向大家来发表。这不是我家己搞啦，是因为有遮侪啊，咱的这个总干事员来到遮啦，好，咱的侯明兄，我甲崔姐哈，坐下。好，介绍讲，你上话今日坐来这的研究啦哈，所以。咱今日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通大家分享啦。如果我讲过，我23年来，只要若看到陈永华，我就甲搜寻；若看到朱一参军，嘛甲研究啦吼。啊，今日就直接正式要甲大家来介绍咱的朱一参军陈永华伫台湾的这个卡列。那么若讲了无好，当然需要大家的这个包涵吼。讲朱一参军，说朱一参军。那么朱一参军一开始要给大家介绍伊的这个背景啦吼。咱陈永华师兄，伊出世的年号换作西元，我才袂记甲大家介绍。咱我有一本迄个干部啦吼，这个是咱台湾区政府伫67年有一个中西日三日的这个对照表。这所有物件有这个干部，足简单。伊若写啥物永历几年，你若找无，一本就马上甲你讲西元几当。所以我即马差不多拢是西元来大家介绍啦。那么各位看到，伊伫西元即个1634年，伊拄好兼咱个国姓爷足足10岁，安尼大家有印象。啊，伊拄好加伊个学生郑经嘛足足10岁，所以陈永华拄伫即个国姓爷。甲田间的中啦吼，加起来主要多好，咱陈永华的年纪。那么伊翁先的年纪是多1680吼，安尼甲算起来，各位感觉怪怪，写47岁，这是我按照咱台湾的吼，台湾的拢要做啥？加一岁吼，加一岁啊，所以伊是47岁。那么伊的名叫做福浦啊，尾啊，这个田间啊，甲对证吼，叫做文证啦吼。啊，我要甲大家讲，这个文证吼，伫咱历代到即摆吼，是文人雅士，不管你是做大官还是做大将，就是讲上界介意的这个名称，就是予皇帝甲塑造文件吼，文件。啊，伫历史上讲来无介济啦，咱这个朱一参军陈永华过身了后，那么也主攻咱的地经就甲对证叫做文件吼。那么伊孙兄应该讲是福建这个龙溪的人啊，因爸爸龙溪，后来因爸爸伫咱这个东莞伫咧做，咱咧讲教育部长，尾仔伊转人甲家己的这个组织改做东莞啊，东莞同安。那么伊是啥呢？伊是因爸爸的囝啦，因爸爸是伫边条时阵就考到孤零吼，单点。啊，要上官做啊，咱这个福建东安县的这个咱讲的教育是一个，即马讲起来不是一个县的迄个教育局长吼，教育局长。啊，教育吼，啊，伊迁兵来的时阵吼，咱这个教育局长吼，出当来自杀啦吼，啊，根据足侪史料，讲伊是自杀伫咱这个。东华关的这个孔子庙边有一个学校，叫做明伦堂吼，伫咧附近，阿西伫咧所在。
到甲即个一六五六年，咱即个陈林华先生较受到迄阵的，咱咧讲的即个兵马俑王王忠孝推荐，较头一届见到咱的国姓个。那么第一届见面了后，咱的即个陈林华就发表了足侪见解，分析足清楚。迄阵根据咱的江日升啊，吼讲。郭姓爷看到了非常的欣赏啦，甲称赞讲，英华先生乃是即卖即个卧龙，卧龙就是啥？就是诸葛孔明吼，诸葛孔明。迄阵较失受伊叫做参军，足侪伫咱的外口的活动，甚至咱的孔子庙拢介绍，陈英华是参军啦吼，歹势，参军是郭姓爷甲封的吼。而且伫个时阵，郭姓爷就甲陈连华作为因囝田间的老师啦吼，这是文献上写。那么以后，咱的陈连华就做咱的田家军的这个上界重要的谋士，啊个也大臣啦吼。伫1662年，当郭姓爷过世了，事实上迄阵，咱的郑经较正式甲陈连华对参军。跟铁官做知义参军，我嘛去查无，到底知义参军是啥物物件？参军啦，即摆咧讲幕僚啦吼，即个知义参军吼，差不多即摆叫做幕僚长吼，那总统府叫做啥？秘书长，还是主任秘书？他们一个叫啊，知义参军就是讲参军之首，所谓幕僚内底一生啊，上官不言哈，所以正式咱个陈永华变做。至于参军，属于兄弟。郭姓爷死了后，田间较甲封的啦吼。到甲1664年，咱这个田间退来到咱这个台湾了，陈永华他正式来到咱这个台湾吼，台湾。那么讲到陈永华随着田间来到台湾了后，伊对台湾的贡献，事实上是迄阵才开始算。吼、哦，咱知影迄阵台湾郭姓爷，咱大家拢捌伊。其实郭姓爷伫咱台湾是住差不多一个月啦，吼、哦，13个月。事实上咱这个台湾这个所在，我百废待举啊，所以迄阵咱陈永华随着田间来到咱这个台湾的时阵。伊刚开始就去做规划啦吼，而且甲咱即个咱怎么讲？我这都市啦吼，都市更新，甲咱都市内底分做东安、西丁、岭南、甲镇北啊四个区域，啊有设即个修炼，而且搁做保甲制度啊，伫台湾内底算头一个实施咱的保甲制度一个。咱个知义参军，而且搁再发展着工商啦吼，会使讲迄阵伫陈永华个即个规划之下，咱个民生甲经济拢有起步个即个现象吼。即摆来要甲介绍讲伊啥物贡献，其实大概我有甲分几个项目，我要甲大家讲，伊伫引进中原个文教制度，互咱台湾个社会真真正正进入汉化吼，汉化。像我讲个。我头先要讲的中国就是咱讲的即嘛中国啦吼，中国。陈永华伊引进即个文教制度，除了实施地方的即个保甲，啊，搁甲汉学咱讲的孔子的即个儒学，真真正正伫咱台湾开始来发展。咱大家知影荷兰人来遮的时阵，其实荷兰在咧做教育的即个工作，在座应该知影，伊伫新港遐有设足侪种的做。罗马文书，用罗马字咧教因的即个，咱咧讲原住民平埔族，平埔族。不过陈永华来，伊是用汉学的方式来教育咱的台湾的居民哈，居民。差不多，伫咱荷兰以前就有即、這个，咱咧讲汉人来到台湾，但是到甲田间啊，甲陈永华咧写时阵。大量的这个咱的汉人就开始来到咱这台湾，
而且還有這個社會組織，這個時候我們台灣的這個經濟農業店就開始穩定下來。這個中原制度要給大家稍稍介紹，大概它就跟古早明朝的這個叫做玉官，我們說的烈火烈兵行宮，而且又跟我們的東都頭都說過，跟東都頭一次改做東寧，所以各位在這看到我們在這說今天的主題叫做解構東寧王國，就是比較來改做東，跟本來天兴甲万年的两个官，甲提升起做两州，换做两州。所以，透过你甲大家介绍讲，陈永华真真正正来到台湾是伫即个1664年，吼，1664年。啊，迄阵啊，咱的即个本来伫厦门的即个中央政府啦，吼，头一届拨迁来台，各位知影吼，拨迁来台，伫咱民国34年，咱的旧中正即个国民政府嘛，有一种做。拨迁来台这个现象，这是比蒋中正较早来头一个，甲厦门的中央吼，真正抓来咱的台湾，正式甲东都改做东宁吼，啊，头拄我讲过，甲咱这天兴啊万宁本来叫做官，甲提升伊的地位叫做州，叫做州。啊，迄个时阵地点其实伊家己已经叫做东宁建国吼啊。国际上嘛有叫伊叫做台湾的国王啦，吼，咱对这个英语拍出来就知影吼，The King of Taiwan。啊，前后咱的朱一昌君、陈永华做台湾福建定处军王番爵的宰相，吼，这是根据英国啊侯爷这个文书内底所写的英语。那么伊嘛办头拄有讲过，吼，咱台南的这个孔庙。开始是咱陈永华所起的，不过迄阵无叫做孔庙啦，各位知影无？伊叫做先师庙，至圣先师的先师庙吼。所以，伫1665年，陈永华就建议伊的这个主公，田间就当，咱咧讲的当，迄个岭南这个所在，大概即马，咱孔子庙全台所学的所在，这个所在较早叫做古亚坡啦吼，就是即马，咱的台南孔庙中心。那么伊。有做一套迄落系列，有足侪好朋友咧讲讲，迄阵根本就无去明伦洞吼，明伦洞。啊，我伫这个侏罗县志内底有大概讲到，虽然陈永华初初起着咱的孔子庙叫做先师庙先，伫即摆这个大圣殿后边迄阵大概靠近咱的右外街，不然怎右外街哦，就是迄个台南周厅，即摆台湾文学馆后边迄个所在。有起一个类似简单的合聊啦吼，简单合聊。那么伫个时阵，咱的陈永华甲学校做学院、辅学、中学甲社学，都有甲咱的小学、中学，包括高中吼，啊来个大学，做这种的这个啊，咱咧讲的迄个教育的分别。所以咱头先有写到这个社学，大概伫即摆来讲，差不多咱阵来讲迄个初等教育啦吼，就是大概咱即摆来讲的小学啊，迄阵就规定咱住伫咱台湾，大概是咱咧讲府城即附近遮吼，那满8岁爱入咱这个社学吼小学，啊来学习什么物件，唔是波波摸摸啦吼，啊唔是 A B C， 是学习咱的经书文章，拢用汉语来教，那么。各个的原住民，咱讲编播族来伫这个社学来学习。啊，所以头拄仔要来大家讲就是讲，荷兰人来咱台湾的教育囡仔是用罗马字，不过咱的这个陈永华教咱的编播族歹势，已经不是教用罗马字啦吼，用迄、那个。九篇九曲的啦吼，博塔一出戏，就是用咱的汉语来学习。啊，所以咱的孔子庙起好，大概是隔当吼1666年，迄个时阵，伫记载上，地经代表着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啊来咱
咱这个先输了，咱这个考虑。各位，咱伫两天后吼，两天后就是九月二八日，各位嘛袂记哩，伫五点，各位咱来体会一下这一块的代表是谁做，是谁？先做谢明冠。那么伫文献的记载吼，这个叶显是做着国子监诶，国子监的这个主教。那么陈永华伊家己做学院的主教的这个学院大学吼啊，而且佮甲咱阵的中国遐聘请足侪迄个文人雅士吼来做咱的导师啊，老师啊，伊甲天心甲万年这两个州各分出州学。做酒客，而且每两冬拢有做一个咱咧讲的考试吼，考试啊，参加酒客，酒客考了好啦，佮送去酒客，佮咱即个相共吼，高中考了，佮送去大学。那么参加若考了好的时阵，佮咱伫即个太学的吼，对国子监吼啊，即、這个每个月嘛爱参加考试啦，啊，三冬是一考。那么科处的人会当去报六关，等下看来大家介绍六关到底是差不多即卖什么什么这个政治啦吼。那么陈永华迄阵啊，头拄好大家介绍是作为这个学院啊，咱讲个大学的这个助教。那么以陈永华的大力的这个推崇之下，咱台湾的教育事业开始发展起来。啊，这个从顶端到下底，这个是咱台湾人才培养的开始啦，吼。那么，这个地方保界建立啊，陈永华伫咱府城这个所在啊，各位知影，伫咱陈永华未来以前，其实咱的台湾这个所在，伫荷兰人时代，伊伫咱的安平台湾家，其实就做有一个咱咧讲的这个城市叫做。就是在咱伊啊市镇，咱即摆咧讲叫大原市镇，台湾的即、這个市镇，其实伫咱即个对岸遮，就是伊东边，咱咧讲的即、這个普罗米遮城遮，伊伫咱即摆大概宾馆遮，就形成一个叫做普罗米遮街吼，咱即讲迄个普罗米遮街是放宾馆遮所在。那么进一步，陈永华甲府城遮开始甲分做即四个区域，啊，周围。这个叫做竖方啦吼，四个乘方，这竖方会使讲咱即摆咧讲，是多级计划啦吼。啊，这个周围搁设24个里，这24个里大概即摆咱咧讲的乡村啦吼，乡村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规模从这开始。那么伊迄阵就开始用这个中环的方式，每一里甲分做几呐社，啊，每一社搁有15位一排，十排为一格。增加一部啊，这个区头头讲的这个四个区，每一个区拢有做区首。那么这个社，咱讲做乡长啦吼啊，这个排一排的排当做排首啊，这个甲叫甲首啊，这个部叫做部首，会使讲分层负责啊。这个部甲这个头一个在咱台南啊府城来建立来头一个。那么为着要让大家更加清楚了解讲。在300几年前，陈永华所做的这个咱所讲的第二届都更啊个乡村的发展条例，你即马，所以讲各位应该家己去看下者，咱即马看会到，来看下者。大概我甲分做用字来介绍啦吼，林依波神家代庄冠文新武威燕维中开，大概总共。多好，24里，吼，24里。来看下一个。啊，即马，咱对这个24里大概加分析一下吼，从文献里大概即马的高雄县，咱即马改高雄市这个嘉庭区迄个所在，包括湖内，包括咱咧讲的这个林田，吼林田。那么林和里大概即马完全的东区啦吼，啊，佮有南区的一部分。啊，佮包括林德的这个仙公村啊，因为后来，仙公村已经改做即卖林和仙公林内，拢包括伫这个林和里。
那么叶莲里大概即马南区哦，南区的所在啊，新潮里伫咱南嘛是南区哦啊，林德里大概即马林德的所在，头个叫个大概说明哦，林德个改叫做新店哦啊，即、这个伊林大概即马即个林德的中洲啊，啊个咱个中兴哦中兴村啊，中德里大概即马关庙的古东。啊，布地啊，甲桂林的这个牡丹啊，甲大潭，即马咱咧讲迄个沙仑迄个大潭的边啊，乡长。那么这中地大概是咱这个啊罗店吼，啊甲湖来诶大湖长尾湖来这个附近吼啊，卫星，这个卫星即马都伫咧吼，卫星大概即马咱即马咧讲的这个高雄市的。延安区吼，啊，甲罗德的这个部分的地区，包括公山的本州管理吼两里，啊，这个嘉祥大概即马诶，公山的包括阿里啊，甲这个这两个所在吼，啊，林修大概即马的机关，啊，甲咱的公山镇、桥仔头、弥陀乡，大概较南部的所在，啊，目前就是咱咧讲的这个天空吼，啊，甲。部分台南市这个北部这个所在，啊，光厝就是咱即摆咧讲的这个新华永华港迄个所在，即摆还佫有迄个广厨东里甲广厨西，大概是讲，伫这个新华咱头永华港迄个所在，包括天空的这个山势这个所在，吼啊，宝台伫咱天空关庙啊甲新华部分的所在，新丰伫这个关庙啊甲永嘉附近。啊，桂林就咱做来桂林啦吼，来过来。啊，中兴，即马各位知影咱对自由迄个有一个中兴国小，有人知影无？知影个举手嘞。长兴国小，太主流，太主流。谢谢，就是遐吼、哦。啊，天空对咱即马讲个宝金头吼，包括较大范围个天空乡吼啊。烟风是伫咱即个桂林即个所在，啊，新华就是咱即摆包括新华的边啊三乡新区组镇一部分吼，啊，烟田就是咱即摆安南区啊甲北区的所在，包括西港啊、七股、将军迄附近吼，同了包括嘉义，啊，新华咱即摆有伫咧吼，咱即摆即个新华就是较早新华哩，包括新华甲玉井以及大内。那么这个开发是伫咱这个嘉义麻豆啊、甲关田这个所在，啊后壁这个干化伫咱新化镇的一部分，咱先讲。啊，这张图是用较早的地图，啊，让大家知影，大概这条溪就是咱即卖的将军溪，上界远的所在就是这个开化，有看到无？差不多伫嘉义迄个东边麻豆这个关田左右吼，关田啊。上界南平遮大概新化迄个丘陵地迄个所在，那么南平各位看到伫遮林修，大概即卖的弥陀、珠关、甲永安这附近，遮安尼，大概咱的城乡的发展，即卖嘛无啥变啦吼，啊所以头拄有讲着，咱的北平叫做天人洲，啊南平叫做万里洲，伫这个所在就叫做。先天府来看阿叔，上个出名就是讲，咱这个先天府的范围吼，各位看到无？我特别把这个地图只画一个针，即个就咱咧讲的府城，较早咱的府城的风水地理叫做半月沉江，半月沉江的即个敢那一个半边的月娘吼，啊，各位看到无？其实伫这个西门路附近，遮搁出一只，一个叫做西外城。那么伫东区遮有一个叫做大东门。这个东平遮，这个叫做东外城、东外城。哦啊，大概即卖，咱个龙街场啦，即卖街啊，遐即卖起做两间厝，一个叫做地心，啊一个叫做啥？地标，地标上过诶。啊、哦，厉害，果然厉害，掌声鼓励一下。啊，这老中心南京上头去哈，不错。地形地标，想要厉害，在呢。啊，
这个大家讲就是讲，事实上，咱即马台南市的文化园区嘛是照咱陈永华先生所规划。各位知影无？咱这个正北方就是这个所在，咱的东安方文化园区伫遮，林南方的林南文化园区，同统无同的是这个，各位看到无？西地方，即马这些位有人知无？来，郭大哥，就是你呀。五条港文化园区，把这个改做五条港，出来全部拢相同。不过我要甲大家问一下啦吼，各位知影其中咧咱讲的承天府到底是啥物所在？承天府，赤坎头上讲的，无啥对哦。顾名思义，不是赤坎人嘛吼？不是，对啦，你唔知。这嘛是阮顾名思义啊，偷偷给我介绍了吼。虽说承天府，咱是看咱清朝的足侪迄个府志内底吼，讲因的这个台湾的府吼，台湾咱讲的台湾府，是伫古早的承天府的这个所在。啊，各位知咱的台湾府是啥所在？就是即马青年路咱的府城隍庙的东边，各位知影无？哈、啊，惠民街大概伫呾吼，啊，所以。承天府大概就是伫这个卫福街迄个附近，确切的位置应该是伫咱东菜市的北边边啊。东菜市各位查东菜市也了解嘞。哎呀，剩的拢唔知啥哈。来，杜少辉在东菜市无？唔知。陈大哥，你甲讲一下哈，你先复兴目标的斜对面，对。大概伫府城隍庙的东边边，东菜市的即个北边，大概迄个范围啦，大概吼。啊，因为古早咱知影讲，伫国姓爷时阵，咱的承天府的府尹什么人，不能知无？杨朝栋。尾啊，即个承天府，尾啊就是咱今日的主角吼，咱的迄个紫衣参军办公的所在，就是咱的总制府办的所在吼。啊，各位看到这，这条是啥？这条是纵贯线的铁轨路啦，这只，哈、啊，这只，哈、啊，这嘛是个。所以各位看到咱这个城池，伫清朝时代，这个城池实际上，咱的北门是只，小北门、大西门是只，大西门，啊，搁一个小西门，就咱即摆这个小西卡。各位有去吃到迄个阿东的姜梅无？头前迄附近就是咱的小西坑、小西门。那么大南门即马搁伫咧吼，大南门伫咧。啊，小南大概伫咱即马即个台南大学附设附小迄个大概树拉街甲开山路的接口迄个所在吼。啊，大东大家知影，小东。各位知影无？伫咱即马宣公大厦的即个县里的路边吼，有一个迄个，即马有一个考古出来吼，啊，外北对即马的小东路甲北门路的接口的所在，啊，头道无甲大家介绍，小北啊，就是咱的明德国中头前有一条叫做西门路，啊卡，公墓北路的交口迄个所在，所以各位看到无？大概伫三百几年前的陈永华，就大概把咱这个都市的计划拢计划好势啊！吼，来看一下。那么伊会讲起来，即个佫有发展经济，啊，佮维持着咱台湾这个叫做海洋国家的这个贸易的特色啦！吼，啊，咱讲的，因为咱的这个伊当时大概伫咱台湾这个所在，大概十万的这个居民啦！吼啊。随上底，你有这十万人吼，有当通食，有当通穿，搁会当通生活，随上无简单。啊，迄阵搁受到迄个清朝咱的康熙的这个叫做海禁的限制之下，所以这个时阵，咱的财政随上真叮当啦吼啊。陈永华的对内发展啊，羊啊、糖啊，和家己当自给自足以外。对外佫派一撮咱咧讲个贸易商啊，等大军队去对外来即、这个贸易，不但是甲咱讲个南洋，咱讲东南亚吼，啊甲日本、欧洲各国来做海上个贸易。
当时随上吼去贿赂吼咱对岸一寡前田所海禁的这个所在，直接用这个贿赂的方式吼，啊，扛咱的福建、浙江啊，甲广东所在这个咱咧讲的来做官德啦吼啊。随上各位拢知咱迄阵有一个叫做海上五山啊，甲陆上五山，马龙伫这个所在啊，各有咧进言吼啊。不但咱台湾会使讲啊，徛会得地了了，佮当有机会予咱个地经去西征吼，去西征讲个反清复明啦吼。来，来下一张。佮来甲介绍即个屯田，咱古早拢想讲，即个屯田是咱国姓个即个良镇啦吼。啊，实际上真真正正个发挥个淋漓尽致吼，是咱紫衣参军陈英华，各位有看到无？伫陈英华的带领之下，地经是用叫做御兵于龙啦吼。普通时啊是咧建材，啊等咱有军事的时阵，就变作阿兵哥啦。啊，一只有大概因的建设就是讲，普通时啊是用十分之一的力量伫咧做。观其门道，就是看有啥物状况无。其他的人拢是咧建残啦吼，而且佮利用较少壮派吼去腾垦，会使讲甲农业的发展，由咱咧讲的本来是官方咧，吼咱的民间也当去做屯田吼。所以伫迄个时阵，咱台湾也有做侪啥物镇、啥物营、啥物乡啊，即种有靠迄个咱讲的文书甲各方的即、這个。比的迄个比啦，啊，咱咧讲的新营、市后镇，啊是下营、柳营、李孟营，即个出的地名，拢啊个是明朝、明末，咱咧讲的明定，啊是东林王国所留落来地名，看咱咧讲的即个御兵于龙，其实是环环相扣，吼，环环相扣。那第二种就是讲伊。种地开垦，啊，搁加即个曝阳、加制藤的即个技术，搁进一步来加提升啦吼。咱大龙仔甘蔗伫迄阵的即个荷兰时代就有啊。我即届特别去即个台糖的即个研究所吼，咱的台糖研究所，伊内底即个主持人讲，你看咱台湾话吼，在台湾吼，发明叫做插枝，甲甘蔗一节一节落去插枝吼，插枝。那么会使讲，把咱的这个甘蔗这个制糖的这个技术发展，搁在进步，而且上界厉害所在，就是头拄我甲介绍讲，阮总干事送我一本这个台湾洋内底，伊是有讲到一个所在，就是叫做林鲁晒盐化啊，林鲁这个曝盐化。那么因为咱拢知影，过去咱所在就是煎熬啦吼，用海水落去，落去用火甲煎啊，甲煮啊，变作盐。那么到陈英华了，甲改良变作林鲁的曝盐法。那么头先有讲过，伊是不断伫这个山头的顶端，啊，佮透过日流，然后反复的，最后甲这个高，咱讲透明度差不多在25厘那个时阵的这个卤水，佮佮过。来到这个结晶池，哎呦，拍出足水的这个盐啦吼！啊，这种的方法伫咱的海边就会当来拍盐，是咱台湾最早出现有结晶池的咱咧讲的拍盐法啊。伊所产的这个品质，虽然是比咱讲的这个煎熬方法较好，不过产量较有限啦吼！啊，后壁大家看一张吼。这就是我家己去了咱的台形博物馆，啊，各位知影无？伫咱七个月的所在，啊有讲到这个叫做林鲁法，啊，这就是把这个做做迄个盐卤水，啊，倒伫这个叫做盐卤顶管吼，啊，各位若要较详细吼，请大家回吼，较请教我的这个好朋友，反正我真正是无闲，啊，不过因为要讲到这个陈英华，大龙仔讲，陈英华伫咱台湾对盐的这个改进。伊在讲迄个古迄个汉马的功劳嘛，所以我甲这个大家介绍讲，以后恁若有机会，会当去
台盐博物馆哈，台湾的盐博物馆来馆秀哈，来下一张。头先我大家介绍讲，咱常常听到什么周南场、周北场，偌东偌西，结果偌来偌去，偌东无一定伫偌西的东边，啊是哪？其实咱来讲偌东，也是讲的周南、周北，上界。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咱伫陈永华的时代，伊头一届伫咱即个大概即卖盐埕的所在，设一个叫做大口的盐埕吼，盐埕啊，讲迄个时阵大概左右啦吼，伫咱即卖即个央行即个周阿伯所在嘛，设一个即个盐埕。那么伫盐伫咱即个镇南区即个盐埕设的即个名叫做大口，啊嘛伫即个咱即个烟空。央行这个所在所写的叫做九万八盐场吼盐场啊，所以足侪包括啦江日升所讲的，咱陈永华做这种的改进了，除了会当来扣税，而且佫会当百姓唔免为着盐佫去进口佫去遐，所以足侪后来的这个盐埕，较会叫做九南九北，还是叫做偌东偌西。啊，后一张就会讲起来。各位拢会当去这本册内底掠资料啦吼，即咱迄个副秘书是专业啦吼。啊，大概应该咧讲就是讲，啥会叫做偌甲即个周，就是头拄有大家介绍，上介绍陈永华设即个偌口啊甲周啊尾，啊所以后来因就开始去。九八大概咱即摆即个布袋啊，甲即个延安即个所在，遮个即个盐埕，大概拢是对遮来来看。其中较有名的，先甲大家介绍吼。应该甲介绍即个周南甲九八场。伫阮富民乡的即个讲义内底，事实上有大家讲，伊有搬来搬去啦吼。一开始当然是伫咱个烟空的即个扬州。后来伫1788，他刷伊七股的这个盐埕地，最后他搬去咱的布地的这个新厝啊，所以我头先讲个周南叫做一直搬山过岭，叫做搬去个伫布地吼，所以头先你讲的周南无一定伫南边，叫走去北边啦吼，啊周北的。九八一开始是伫大概即摆咱讲的即、這个交钱吼，烟空，咱咧讲烟空的交钱。后来又刷去七股的即个大寮吼、哦，大寮叫做啥物？大寮的埔头、埔店啊，最后又刷去咱的北门的即个古亭。即、這个北门的古亭大概即摆各位知无？咱北门还有一个叫做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的这个北门游客中心，对面遐就古亭而已。尾啊，九八嘛是刷去这个北门，这个咱咧讲这个古亭这个所在吼。啊，这是咱能够这个周志贝是对九万尾开始啊，搬来搬去，尾啊，就变作九南场伫咱的这个布地啊，九八伫咱的北门这个所在。那么后边有四个，大概是无啥清楚。偌南、偌东、偌西，吼啊，偌来偌去，结果是咱看到这个偌东，这个偌东场，吼，呀，偌北，一开始的时是咱的这个南埔，后面上那个是伫个什么所在？南埔。刚才是电报那个，哦，那个。咱咧讲迄个电台这个所在啦吼，阮副秘书捌咧甲我介绍讲大概伫个所在。啊，后来咱咧讲的这个偌北，对这个咱南埔这个所在，全刷去咱即卖迄个新兴的国体，吼，咱即卖讲盐埕吼，盐埕这个所在。啊，尾啊，再个伫这个国体这个所在，全正做咱咧讲的偌北埕吼。啊，偌南咧，偌南一开始伫咱的。高雄市的盐埕埔，后来又刷去
对盐埕堡的盐埕庄刷去盐埕区的这个盐埕堡，刷盐埕堡吼，这个是这个罗人。啊，罗东呢？罗东一开始是伫咱的这个小港大林堡，就是即马咱的安门港，跟到迄个所在有足侪空气无介好的迄个所在吼。啊，大林堡了，佮刷去嘉义的这个外路头，尾仔佮刷去北门的金雅卡。所以讲你知影无？咱即马咧讲的黑乌烟咯，迄、那个所在就是叫做金雅卡外盘盐田。所以讲，即个外盘盐田金雅卡是对咱咧讲的这个小港的大林堡，安尼盘山过了，一直搬，本来咱的北门的金雅卡吼，金雅卡。最后一个是咱这个叫做九西，大概是即马大西系列，大西是咱这个高雄这个弥陀的所在吼。来，搁看下一张。啊，咱这华丽的所在吼，就是咱这个叫做对花吼，甲咱红色。不过有突破了吼，我咧讲的就是讲，对这我要甲大家讲。咱袂使干呐，看对岸贸易尔啦。有足侪物件对历史上咱就看得到，但恁换个时阵，就是对外贸易，就是讲有一干呐一个话，还是讲我这胡茂引进这个中国诶这个资源，就当互咱台湾起死回生，毋是安尼吼？咱看卖者，伫咱1666年左右啦吼。啊，迄阵实际上，咱个康熙皇帝对台湾的，会使讲做下封锁令啦吼，袂使一步一米来到咱台湾啊。所以迄阵台湾有一站打的时阵，佛祖拢起价吼。啊，毋过陈天华已经知影咯，伊就发挥咱个即个咱叫做海洋的国家啦吼，海洋的多数，伊就对外来发展贸易啦。彼得啦，迄个时阵唔仅是日本。包括菲律宾，咱这叫做圣罗德啦，泰国吼，啊个达拉巴各地拢去做多边的国际贸易，甚至各位知影无？康英国嘛咧做贸易咧，吼啊，其中透过个个贡献，咱前两场迄个黄俊武博士有大家讲，即、這个。民政时期对外贸易的移动一个，吼，英国船离开始伫1670年的时阵来到咱台湾，看咱贸易，啊，迄阵就扛这个东宁王国，那个东宁王国来协议，啊，有签立一个迄个非正式的这个通商的这个条款，第37，总共有37条，啊，伫两当了，较强正式的这个协议变13条，伫咱岸边有设一个台湾的商馆，所以英国伫足早以前。不是咱做咧讲的什么，英商一季洋行，英商什么洋行，和记洋行，伊搁较早以前300几年，思想伫文献中都给你介绍英国伫咱岸边来设这个英国在台的这个总馆。先生，啊，这是足侪考古这个学者吼，伫咧推测啦吼，讲伫。咱陈英华的时阵吼，教咱的百姓来烧这个香啦吼，啊，大概是什么所在？这个13窑有人知影无？桂林的13窑吼，啊，我认为六家有啦吼，六家即嘛足侪这个咱咧讲的蒸窑吼，啊，这是迄间伫差不多今年展览的当中有提出来展览，互大家看足侪迄个考古的遗址吼，来看。讲陈永华，说陈永华，伫陈永华皇宫的位置当中，到甲尾，咱咧讲的这后壁，伫1674，伊咧做东宁的总制时阵，这个时阵，拄好咱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三藩事件，那么咱地经吼就咧热碰碰啊咧，你去。世间就对啦，吼啊！迄时阵，伊就受到咱这个三藩市的这个
等金钟吼，啊，着真真正正哦，甲咱台湾上界精良的即个部队，啊，佮率领两个大将，一个叫做彭世焕，啊，一个叫做老公的吼，去到中国大陆吼，啊，去讲做参加三番之乱就对啦吼。啊，陈永华事实上迄阵，着甲伊的囝婿，佮伊啥啥无？对，叫做田克忠吼，田克忠啊，请伊来做这个做干部吼，干部啊，陈永华就是做陈立功迄个总制吼啊。等到田健去西征了，拍败倒来到台湾，接着一个故事，和彭世焕甲刘国英。建议讲咱老班的啊，吼，啊是毋是当退出政坛就对了？结果咱即个陈永华一时算失格惨吼，因为照我即个亚述的写吼，头一个死头路的是即个刘国英啦，刘国英。啊，毋过事实上，咱即个彭世焕吼，足早就甲即个陈永华洗脑吼，讲啊，咱个老班啊，我家己嘛要退休啊。各位知道无？伊讲家己要退是讲假的吼。结果正在即个陈永华看到伫即个台电内底，老公因主动辞掉伊的职务了。迄个时阵，但是陈永华较公不理将，啊，我嘛死了。所以较家己甲所有兵权政治上的即个总结，全部解读吼，全部解读。啊，伫即个所在是要来大家介绍啥物海？刘国英会听彭世焕的话来主动来死头路。根据亚述的记载吼，咱这个刘国英吼，伊是受到咱的彭世焕的老爸叫做彭城氏铁官，伊才对咱的讲的记载开始做个大将军。啊，伫这种的情形之下，可能是要报答这个。彭世焕因爸爸铁骨之恩呐吼，所以他国不离疆吼，啊来迄个当做个假意，迄个辞掉这个职务吼。啊后来，陈永华主张这个伊也辞掉了，他才讲啊，原来接伊职务人是哪？彭世焕，所以。有淡薄啊，向这个向设计去啦，啊，所以油温吼，油温等来破灭，啊，伫迄搭，就伫咱的这个咱就讲到这，伊退休了，转去到咱这个赤山的这个牛牛岩迄个所在，啊，转死伫迄个赤山牛牛岩的所在，啊，死了后，伊想袂到间隔的这个，咱讲这发生政变，伊的囝婿能够。第个章就叫安那乱棍怕死啦吼，应该伊安那想都想袂到啦吼啊！尾啊，伊过身了后，咱这个伊的主公然后田景甲对证叫做文证啊。伫陈永华死了后，差不多三冬吼，无到三冬，大概伫咧1683年吼，咱这个史洞的率领大军对甲台湾来拍台湾啊，田克松做偌久啊得？导航啊吼啊，记得咱的台湾卡达瑞清朝的班导吼班导啊，大概对郭姓爷到地克松大概22冬的这个东联王国的各一段落，来看下一张。这个是较精彩的所在，就是讲哦，咱即届伫10月13，咱迄个。邱老师、邱明贤老师要传达给去这个，陈永华这个叫做文化孙礼内底，其中有一站是叫做陈永华的墓址啦。啊，咱家己官方拢讲这个做陈永华的这个衣冠冢，吼、哦、衣冠冢，这事先要甲大家介绍了哈。陈永华死的头一届台的所在，其实就是这家。我要大家讲，就是讲伊后来。死了后，清朝转给伊的所有的这个棺木，拢甲刷倒去
咱的这个对岸，这个福建的这个东岸，东岸。不过这个所在，伫我的感觉啦吼，人是看路途时，所以事实上，咱陈永华所选的这个好气候，这个目的，其实是有带着咱陈永华为国效劳的这个精神在滴的。所以各位茫听到讲，迄个做衣冠冢，就对伊无重视啦，这才是有够冤枉啦吼。啊，陈永华这个所在，事实上伊是康因的太太做为代理者吼，做为代理者。啊，这里面有一个曲折的所在，因为各位知道蒙古之，咱讲叫做覆巢之下无完卵，在缅甸叫西藏打败了，这个国家就灭亡，所以后来地结伊代志怎啊买？陈永华代志过去后，无偌久了。康熙就甲所有遮甲明朝有关系，包括咱这个陈永华这个墓的棺木，就拢刷起跟这个对换。结果各位知无？咱这个陈永华的墓吼，全开始翻烟漫草，也无人去甲看过。到甲，我特别甲恁介绍这个，其实是伫1929年，一个农夫伫咧开始。挂草的时阵，无天日日捡到一块这样大块一块墓牌啦。啊，农夫嘛唔知啊，伊就开始报起因迄个砖，啊砖佫报起顶块。尾啊，日本政府较早讲，哎呦，这块碑，这块墓牌原来有刻洪明正朱慎大夫正治上卿多产年左督卢塞。总者诸于参军，干军如数，亦文静丹功。这头啥？大意？啊？冷战无？陈老师，这头啥？大夫？讲。记啦。记得吼，啊，记得啦，记啦。记记配夫人，足见红喜帮。各位知影无？日本政府看到这个墓碑了，去查历史，才知讲这块就是伫明帝内底对台湾地地方才有贡献的这个朱棣参军，同时把这件事件伫。1939年的过冬，就是本来是1929看到，伫过冬1939年的6月23发表作日本当年度上界重要的十件文化技术内底，伫咱台湾捡到一块墓碑，我当作伊一件文化大事，算讲大事迹就对了吼。啊，所以我也到达1950年正式当1953，咱的省政府较正式甲咱这个陈永华的墓址甲升起来做，各位看到二级的古迹的，所以有足侪咱的官员其实对不起这个墓碑，拢无咧甲照顾，等你就看会得吼。啊，较开始伫过冬，较在恢复，啊，甲迄个墓碑甲放伫所在，所以要甲大家恭喜的所在。恁欠差啦，真正去到古迹后，唔知影这个墓碑伫啥物所在，啊，是怎要甲介绍墓碑到底写是啥物事？我要甲大家来，揭开神秘的面纱。这个古迹后，这个这块是还袂修理以前吼，我去的时阵吼，唔是干那翻天漫草，顶悬拢无人去甲拼扫，啊，这我感觉正常。不过后来。阮伫应该，咱台南县甲台南市合并了后，各位知影无？咱变作大台南市了，我就有机会啊，我带大家去行的时阵，就开始建立个安尼吼啊。拄则要甲大家介绍即个墓碑一只吼啊，到底生做啥物款？啊，我要甲大家讲，事实上，咱的即个
这个所在吼，伊这个崩的头前只，头前只，其实阵叫做大潭啊，是这个古迹啊内底上界大的一个水池啊。啊，后来咱这个国道山，伫这个崩的头前吼，甲起来了，迄块足大片的水池啊，就变作一股敢若迄个要打唔打的迄、那个。迄、那个足细个即个潭嘛吼，啊，看后生，为着这个我讲大家小讲吼，去 Google 啊去请教迄个导师啦吼，啊直接甲大家分析，因为足侪人同我同款，总共几年来算看卖者，咱先算一下吼，一、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四。这里内底，实际上咱大拢知影这个皇民，各位知影皇民无？皇民就是讲伊的国号啦，就是伫明朝时代。各位若要看到清朝的讲，各位知影伊写啥无？拢写皇亲。洪谦就是清朝时代，那么这里简就是追赠，人死了哦，迄阵呢，迄阵呢，东宁国王叫做地坚，就甲竖一个叫做我简追封，哈，追封，各位有看到头一字无？叫做知善大夫，有人拿什么叫知善大夫？了解，咱互相互切一下。至善大夫，我去查起来是假礼品的。不过，这个至善大夫吼是荣誉职啊，各位知影无？闲闲无代志吼，啊，伊是一个这个文官内底叫做散官呐，无什么职务吼，无什么职务，会使讲大概是即摆咧讲的国策顾问，台湾迄个县级的哈，国策顾问，无几职的国策顾问哈，啊，过来。各位看到这无？叫做政治上卿，政治的治，政治上卿。各位查这啥物事无？去啊查一下查讲，这是有官职的。伫偏条内底吼，这个官是迄种正品，啊有薪水的，所以会使甲大家介绍，伊真真正正的官职吼，叫做政治上卿，上卿吼啊。后面古镇上，伫只都察院左督卢塞，各位知影都察院啥物事无？都察院差不多，即马咧监督所有的文武百官，咱即马监察院，不过。这个都督院是属皇帝，皇帝派足侪去监督所有的文武百官。伫这个职务上，伊是正礼品。当然有分着，各位看到无？伊这叫做左督卢塞，左督卢塞。其实这个都察院吼，分做左右啦吼。啊，你会记得讲，这个左边较大，伊是咧管文官，啊右咧。又是咧管武将的，所以咱的陈永华是咧管文官的监察，一个监察文武百官的职务吼。迄阵伫边条有还有十三县，啊，拢每一县拢有派一个迄、那个监察的卢塞，吼，卢塞就是皇帝亲自派兵，吼，亲自派兵过来。各位看到这样子的宗旨无？其实宗旨是陈永华伫地检去西检的时阵上届官的职务啦吼。宗旨大概各位知影，伫日本时代，咱台湾上官的官员叫做啥？总督。总督。其实总督甲宗旨是相共。啊，伫明朝这个宗旨是。军的最高的指挥官，吼、哦，叫做总指，所以作为国防，啊是咱咧讲的这个对外的这个战争，
总指挥官就是这个总结。我来甲大家讲，日本时代的台湾总督，各位知影伊的官职偌大无？伊是甲台湾所有的司法、立法、行政，全部拢总督说了算。哦啊，事实上，因为地点无伫咱台湾，嘛同款，但恁话啦，说了算啊，说了算。所以总结在下，咱即摆讲的即、這个，即摆讲到总督啦，吼。过来够看到无？一只。知义参军，我都有甲大家介绍。我今日用的这个名叫做知义参军，就是一尊所有正经的幕僚内底的幕僚长啦，哈。会使讲参军之首，参军之首，哈。啊，那这边讲应该就是咱讲的行政院的院长，哈，院长。来，各位看一下。一个一个介绍吼，干军，有人知影干军什么事无？赶快搁加了，监军御史，有御的拢是皇帝亲自下令。各位知影监军是什么事无？监军是咧监督军队。各位知影较早部队，不管是连，不管是营，不管是师，各位知影连有一个连辅导长无？大概是专台湾的军队内底辅导长的意思，就是咧监督指挥官的职务，叫做监军御史。监军是咧监督军队的，伊的家世叫做监国。监国是咧哪？监督国家，吼、哦。监国比监军比较大。各位知影明朝伫咱台湾有一个叫做林靖王无？伊是做啥？监军，监军什么意思？辅导长的啊，吼、哦，安尼，各位了解无？我好研究这個、研究二十三单吼，啊，慢慢甲迄个波斯，哎呀啦，哦，波斯抽检对啦，波斯抽检，啊，抽检，来，各位有看到无？我头拄仔讲这里，义文正。其实这个文正吼，你若去查 Google， 文正是所有的文人雅士上界爱，就是简单讲就是梦寐以求的一个尊称啊。虽然价值无三点钱，不过听着讲啊，我叫洪哲文正，足爽的吼，足爽。什么事情知影？就是讲，对历史的记载内底吼，宋朝总共才十个叫皇帝甲追赠。文正，好、哦，我查过，咱看吧，然后包括他买的，比如说范仲淹，好、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伊死了，叫迄阵的宋朝皇帝甲封做文正，搁一个叫做司马光，听讲五岁时阵弄破一个水缸，哇、哦，从此以后，声名大噪。各位查嘛哈，司马光，啊，搁一个叫做宇文泰。可能你看唔知，我嘛看唔知啦。吼，宇文泰，这是宋朝，宋元明清，元朝，蒙古帝国，总共五个得到文证。明朝，总共用啊四个吼，其中有一个较有名的，伊嘛大家拢知影，叫做方孝孺，知影大家手嘞？方孝孺，谢谢，我林大哥，举手啊，知方孝孺。清朝吼。清朝统治台湾212年，在清朝的这个帝国内底，各位知影无？全部甲统治起来，甲八个和皇帝甲封做文正，其中在大家较捌的就是叫做曾国藩，哦，就是甲咱伊较捌啦吼。啊，所以你知影讲，陈英华伫这个电影的心目中，其实是甲当作文人的典范。伊真正是空中帝国啦，吼！来，啊，到这啦，啊，别嘞，吼，啊，别嘞，遮，哇，弹弓就是咧讲，陈元华做弹弓啦，吼！咱即摆有一个啥物吴伯雄叫啥？伯弓，其实唔对啦，吼！啥物弓是爱看姓啥，靠做啥物弓啦，吼！你知无？吼！啊，有啥物叫做战歌？歹势，
连站都站不起来，就是战歌哈、哦。来，祭的是汉的意思，跟谁在一起哈啊、哦？真的是太太，是这样。佩夫人，有看到吗？哈、哦，伊的夫人。要来大家介绍，伊这个夫人扛咱前任的市长吼，口甜在做，三字拢赶快排列组合嘛，赶快合作上，洪淑珍真正赶快，各位你查看下者吼。不过咱这个洪淑珍较无同，洪淑珍的爸爸有人查先人无？洪旭啦，啊，其实咱讲天地会的洪门吼，其实是咱纪念洪旭。洪旭是伫郭姓爷的时阵做郭姓爷所有的部队内底常用的部队，叫做永卫。永卫指挥官就是啥？就是咱这个洪淑珍的爸爸。所以简单给大家介绍，咱的陈永华就是洪旭的啥？囝婿。啊，各位知影陈永华的囝婿是啥物人？兵干有名声，会干真出名，啊，做啥？真的真的，各位看到我修改冇？唯品的个裙带关系冇？等下我来大家做结论啦，好来。对，一只一只，我去翕的时阵，各位看到冇？建立人生就是上，也是拜婚啦吼。咱咧食婚的，婚中秀的冇，中秀的。啊，本来有看到本人啦，我们唔知是不是该动作是迄个咱的白毛官哦，叫做我。常常拢去甲参观来去上啊，其中要大家看到讲，这块碑是原始的，原始啊，遮全部拢是新政府伫1953开始甲起的吼啊。咱10月13去，我请大家去看觅者，到底是倒一个新政府的官员去甲起的？有啥物？大哥，有啥物代志呢？无错，来看下一张。要大家讲一下伊个目标啦吼，就是讲话说从头啊，互大家搁再复习一届。咱陈永华到底伫咱台湾是啥物个情形？啊，伊伫咱个英国三叔，头个有讲过，郭姓爷生出来了十冬，咱个陈永华就出世。陈永华出世十冬，啥就出世啊？地基哦，地基。啊。伊是伫咧农历9月生到啦，啊，所以要甲大家报告，咱即届2013年减下到几单，你知无？380单。所以迄天，阮着大家介绍讲，纪念朱一参军吼，380年的即个诞辰啦，吼，诞辰纪念日。啊，要甲大家，予大家印象较深刻，就讲伫即个1945年，其实咱个。本来叫做郑新，还是叫做郑大国，伊受到敦煌的这个永福帝甲肃诸啊，和叫做成功。所以，我们从咱的市中海甲咱这个延边古龙祠迄个所在，甲合作郑成功文物馆，是一个足奇怪的称呼啦。因为成功抗郑。是连袂起来，吼，袂当连接。成功扛啥连接？扛这猪。所以事实上，咱咧称呼郑生、郑大木，你倘不爱叫郑大木、郑生，你就甲叫朱成功啦，朱成功。不过我郑胡松啦，啊，胡松伊出世时阵叫郑胡松还在，啊，郑生。啊，是郑大，讲郑大木是伊的老师，钱谦益，吼，钱谦益较好，吼，国栋梁啊，大木，啊，阮顾明兄咧讲的迄个福雄是日本出世时阵，叫做妈妈甲号做福雄，吼，福是迄个福气福，啊，雄咧，雄就是雄山的雄，吼，咱还包着雄山，吼，雄山，吼，乌雄的雄啦，吼，啊，你若真正要甲叫吼，我是感觉。咱啊，做在地的这个国际化，其实世界各国包括日本人吼，拢是甲台湾话国姓也甲翻做国际语言啦吼，话叫做国姓甲，啊是啥物何开设，拢赶快，或者国姓也吼，这是我
最大的这个大，咱讲做最大公约数，公国姓爷较袂烦人家啦吼。你若讲郑成功属相，他是有语病的吼。好来，即当1648年，伊老爸死了，伊才搬去东安。这就是一个故事啦，各位头都有讲过吼。当前边啊，吼是咧，啥物老的人的前头边是迄落清朝阿兵哥来到东安，咱的丹顶吊刀自杀了。其实清朝的阿兵哥的指挥官就下令，所有伫东安死的人拢袂再休息，拢来放伊啊，判三暝三日。各位知影无？这个时阵呢，这个丹顶后生就咱即马今日主人家啦，吼，今日最佳男主角叫做陈永华。伫迄当时之下，伊就打扮做一个读书的模样，去到咱咧讲的这个东莞的这个孔庙边啊，迄个明伦堂的附近去找着伊爸爸。等到伊要甲伊爸爸甲刚去台的时阵，阿平哥就甲抓咧。我的指挥官讲，什么人来收尸？唯一的死刑就对了。转两去见呢，这个指挥官，各位知无？指挥官讲，你这位导师啥汉好胆？你是当作导师都唔免听这个禁令吼？我有公告，只要什么人来收尸，就是唯一的死刑。啊哈，今日唯一的就是要来查。各位查这个陈永华打扮着这个导师的模样，甲这个。甲这个指挥官讲，讲我从出世到歹命底，去修炼的时阵，无通食，无通穿，就是这位吼，叫我认出来，我甲当作我叫做恩同再造啦，就是讲我的搁再生爸老爸啦吼，各位讲，其实就是老爸啦。指挥官听一个讲，你难道唔惊？当然啦，因为啊，伊讲。身为一个人啦吼，一个大查甫，袂当报恩，这是上界大的忽略。所以虽然我知影爱出事，不过我嘛是爱尽我最大的力量，甲修白修死。这个指挥官吼感动了，较好甲伊呢。咱讲起讲，有得恩同再造，所以说是爸爸承担点，他去担任咱的东莞这个所在。所以后来咱的这个，头拄我咧讲的，本来组织是伫。用客不过即马咱拢讲，陈永华伊个组织就是伫即个落伫即个东莞。伊我开始研究陈永华遮尼久来，我拢感觉陈永华思想伊是伫即个十五岁时阵，因爸爸来死的时阵吼，思想都未发觉着，伊是发挥伊个孝心。各家的智慧吼发挥出来，所以借着大家大声甲鼓励一下吼，希望大家各位看到台湾了，咱想着伊15岁悲惨的这个事迹啦吼。后来我常咧想讲，伊伤害伫咱台湾的去空主庙，是属于伫15岁时阵吼，就埋下迄个种子啦。总有一天，然后恁爸暗时是恁爸放我来当伫。在什么所在有一个徛起的所在，我当然爱心甲因爸爸，在这个东莞迄个所在教育的这个，咱讲这再现，还是讲这风华再现。啊，个人在这个一中永康里，伊做了咱的总制，还是咱的主席长了，他家己主动咱的提起建议，伫咱的咱做咧讲的空书表这个所在去啊，先书表哈啊。后来一开始了，拄好有讲过，伫一六五四，随上是得到咱的王忠孝吼，迄阵诶，兵部侍郎啊，引荐去吼咱诶国姓爷啊，甲有一寡官职啦吼，或者参军，参军即下讲诶，其实是一个普通诶幕僚尔啦，吼幕僚。不过伫国姓爷捌去当兵诶时阵，咱诶即个。陈永华就对去北伐这个南京，以后伫1661年当国姓爷来介台湾的时阵，在座足侪拢看我相共，以为吼陈永华是扛
国姓也来台湾。各位，恁若有机会去到，阮安平有一个叫苏，边仔有一个叫做台湾历史蜡像馆，内底即个二楼迄个蜡像馆遐有一个迄个红毛的，红毛伫遐啊头前就是迄个国姓爷，边仔有一个文官，足侪人拢在遐当作陈英华。各位，歹势哈，伫荷兰人要投降以前吼，咱的陈英华有来到台湾无？啊，迄个什么人？迄个其实是游泳呢，是迄阵最后伊甲即个对即个国姓爷来台湾即个时阵，来写一本册叫做《从先王实录》，还是后来叫做《崇祯实录》的即个作者叫做游泳。那游泳迄阵就是做咱国姓爷做副官啦、啊，副官。我要甲大家讲，即个官到底是啥物？道官是迄个道经吼。咱先讲遮吼，来啊！伫这个时阵，全部拢是国姓爷，含迄个何斌吼，何斌献图啊！伫咱前两届的即个演讲的讲座，各位听到即个黄俊武老师、黄俊武博士咧讲个无？毋是干呐？何斌甲国姓爷臭话讲，咱台湾有偌大个土地？有多年啊，丰收的这个物产，事实上我也是相信何斌有甲国姓爷讲，咱的台湾是一个修理船仔的好所在，好所在。各位有无知影啦？咱清朝伫咱台南遮哦，都有咧造船的所在，各位知影无？就是叫做北平的北厂，一个是南平的南厂。所以何斌会当甲国姓爷最好吼，啊离开咱的厦门来到咱台湾思想，这个船只的修理也是真非常的重要啊。当1662年，也就是咱的国姓爷，各位知影无？伊一点是过身的。我伫1662年的这个农历的5月初5以后的霸占这三天，5月初8过身了。这个时阵，咱的陈英华卡浮出真真正正。咱咧讲个政治舞台，当迄个时阵，咱个地界，伊国姓爷过身了，他甲咱个陈英华对参军，甲升起来做主义参军，这是一段故事安尼来吼。啊，所以较有咱咧讲个即个伫咱台湾即个所在，大家拢呼国姓爷小弟做延平文哦，所以做先生。内讧啦，内讧，咱再讲内讧吼。啊，后来，咱啊，田间受到陈英华的辅助了后，他开始甲咱伫台湾遮即个延平王，即个叫做郑士琦啊，拍牌吼，拍牌啊，甲正式田间做来咱台湾吼，台湾。啊，伫过当1663年，即、這个地经甲即个陈英华伫金门的所在，甲清朝甲荷兰的联军来拍牌，啊，所以伫迄个当中，就建设着咱陈英华即个用军的奥妙所在吼。啊，尾啊，伫1665年，即个咱朱一参军才开始屯兵，开始开垦，而且佮家己的族亲。啊，去到关店迄个所在来做建筑。那么上届着是1665年，伫咱陈英华的建议之下，咱的孔子庙的前身叫做先师庙，才开始来起造吼。啊，大迄个时阵，咱陈英华伫咱的赤山迄个所在，咱过着龙岩，就开始搬迁一个，迄阵叫做一个法师，叫做参策法师，伫咱这个赤山龙岩迄个所在，啊，伫。那台南县台南市合并的时候，我已经有传过大家去行陈英华。迄阵随上够一张，就传大家去大仙寺，啊，再传一张去咱的这个这新阳，新阳叫什么名？新阳啊，这撇分寺，撇分寺。啊，谁去传大仙寺甲撇分寺？就是这个参策法师。我也离开咱这个赤山岩，去到大仙寺。啊，我啊一团团团，大仙寺的大师
嘛，搁再去到咱的这个新营这个碧云寺，啊，所以较特别，迄届搁特别带大家去大仙寺，啊，搁是怎去碧云寺啦吼。啊，伫即搭1674年，就是咱咧讲的三番开始的时阵，第一间听到迄个耿精忠的甜言蜜语吼，啊，千不喷，甲咱台湾上界精英的部队就带去到。中国大陆去啊，扛这个三番啊，抵抗这个清朝。我呀，专军后备了，这个倒来到咱这个台湾了哈。啊，伫我头拄有讲过，伫1680年大概，大概这个生肖就是翁仙啊，还是对威灵啊，拢讲我这我这生肖啊，这其实是翁仙了啊。陈英华的年纪当年47岁啊，47岁啊，第一间。头先我讲过，就是属于这个物件，啊，搁好加文静的这个号，啊，伊较康伊的夫人代理咱的这个照相哦，大堂后，大堂在即卖高级后，高级后。这张图是要大家讲，随想，唔知大家捌听过讲咱的陈英华，上知天文啊啦，下知地理啦，有人知天文是啥哦？所以讲，伫古早吼，天文是包括咱咧讲的28宿。啊，咱咧中国吼，甲这28宿，甲分作咱咧讲的天顶的青龙、白虎、双目甲朱雀。啊，伫足侪迄个咱咧，伫咧用兵当中，一直拢有这个叫做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其中要甲大家介绍是这个，各有看到伫西边有一个叫做葵无？啊，伫北边则有一个碧无？咱10月13我要带大家去到咱的孔子庙，其实咱的孔子庙就叫做文昌阁，迄个三层迄所在，伫地头的壁顶有写一个叫做葵碧莲花，有人印象无？啊，咱的市政府。把这个葵碧莲花这个碧是写，一定是玉，不过顺向是爱墙壁的壁啦，因为这是28星宿，莲花就是互相呼应、光照大地的意思，所以你的八宿这个西边上北边的这个葵，甲上北边的靠近西边的这个碧。两个青道照咧到底，各位知影无？这两个青葵甲碧，讲代表一个是图书，一个是文思泉涌，就是讲你的文笔足好。各位知影无？这两个一个爱读书，啊，一个搁咧文思泉涌，可能伫这个科举顶端得到啦，独占鳌头，状元及第，所以。我个人认为吼，这个葵碧应该是用这个人吼。等伫10月13号要带大家去到孔子庙，为了要看大仙殿的这个石龛块玉匾之外，都要带大家介绍咱这个左学右庙啊。阮秋明老师应该有知影，伫咱这个明龙堂内底有一块石碑，各位知影无？叫做3D 的石碑，立体的石碑，叫做。台湾虎穴全图，知影有看袂？也知影手诶。哎，大部分拢看。而且咱若行入去咱个明伦堂吼，大概伫即个所在吼，伫即个叫做咱个面向明伦堂的即个左边吼，还有即个3D的即个立体的迄落石碑。所以讲，要甲大家讲，谁人太传说中陈英华是一个迄落上知天文下知地。伊咧选孔子庙、仙师庙时吼，伫迄阵个孔子庙头前都有3粒山，啊，为虾米所在？迄段好后来大概乾隆42年，咱个台湾地府蒋元枢伫咧修理孔子庙时，无小心甲画伫迄个3D 的即个石碑顶块，就是咱个孔子庙正头前南边3粒即个小山，迄3粒小山上界西边，伫咱即卖即个。但是我觉得文化园区它成立的叫做
水交社文化园区内底有一个海拔足高的叫做魁斗山，这三名的，中间呢，咱富民兄的母公司啦、啊、台盐公司就是伫咱健康路甲南丰路的这个接口遐咧，台盐公司后壁，迄个山叫做龟仔山，龟仔山，搁伫东平遐，迄个就是咱即卖咧讲的五妃庙，五妃庙去伫啥物所在？就是龟仔山。这三个山形成在三粒山，各位知影三粒山看这形啥无？叫做比架山。比架就是古早文人雅士考到咱的地府了，伫咧判案还是咧批公文了，拢用啥？用毛笔，毛笔啊写了，可能在可能这个比架的顶块。所以，伫丹顶华的这个心目中，这个所在就是一个风水的。宝地吼，头前都有山庄。各位知，即摆阁有看到山无？歹势吼，咱的市长有一个市长叫做苏南雄啦吼，咱苏南雄的手，专甲即个台盐后壁即个足有名即个啊，这龟仔山啊，曾经捌做过跟咱美军俱乐部吼，啊，即摆做啥无？做松柏啊，甲劳工娱乐中心，迄、那个所在就是咱富民兄诶公司较早迄个台盐后壁迄、那个龟仔山，所以。有足侪真好诶风水地理，即摆已经拢看袂着吼。来看后一张，啊，即、這个是特别甲大家介绍吼。后来伫中国大陆，咱陈永华水参军诶即个墓诶所在，去咧挖时阵吼，出土有三粒即、這个，即因啊，即两三，即三粒吼，顶悬迄两粒，差不多大部分拢知影。各位知即个啥无？英华，破取一个标准答案。啊，这个呢，富普蛮健康，富普啊，也治也治。啊，有人查去这两字无？这两字是水晶，水晶的，吼、哦，水晶。啊，咱个考古学家甲伊那等出来了。我伫有一届机会去伫迄个乌山。啊！咱嘞土头皮在讲着这个故事，这个我无查出来。这字叫做图真，图真，啥叫图真呢？要大家介绍，这字图哈，真正的相反哈，你来去查《康熙字典》，是指迄个寄生于和生量的寄哈，下底一个图，伊本来这字是顶悬一横一撇到人家，好啊，后来。康熙字典这里我当叫做图泥的图，就是这里字下底是图，这什么意思呢？这叫做咧破病意思，这里这层啥？图，这里读作真，珍珠的珍，边是金字旁，真是啥呢？真的是德啊，小刀啦、啊。啊，这个连贯起来是啥呢？就是咧土泥的小刀，就是咱捌听过土水师咧抹壁，伊的意思就是讲吼，各位有听过台语一句叫做“一面抹壁，三面光”，代表我个意思吼，简化一个解释，只各位看到无？只，陈永华的这粒水晶的音啊吼，啊，应该叫做。图真，伊意思是讲，陈永华要协助执政者协调啊，化解矛盾，和社会得安定，而且佮亲像迄个水泥工摕着迄支刀啊，同款的即、這个，咱咧讲的土水师，甲树啊抹好平，甲顶悬有坑坑洞洞，甲透过。水泥甲抹好平，予这个建筑物增加迄个美感。那么伊的意思是讲，伊这粒囡仔代表就是讲，要符合咱陈永华伊的处事愿望，就是讲伊要徛伫伊的主公政君甲伊下底这个百姓，甲上面甲地间的政策会当甲执行，上面予咱的百姓会当因为政策的执行得到。安和热烈的生活，伊愿意做迄个
一面半壁镶泥缸，这个意思就是讲做水泥刀啦。我本来是要去了小北五金行要提的，那个咱讲做啥？要提的啥？要提的啥？半壁迄个，哎，半刀，本来要来大家看，不过安尼就无想欧哥啦。既然你做一个好的这个独立品牌，就是讲吹，讲给大家听啦吼。我讲的比你唱的较好听，好来啊。这个是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现，啊，一直无人去甲解读，我本来嘛唔知啦，啊，查来查去，尾仔才讲啊，原来这个做合作啥？图真就是画刀吼，就咱即马台语咧讲的，一面半壁，安喏，香米哥，香米哥来下一站。啊，我透过大家介绍，其实。用足侪阮文献委员吼，迄、个贾碧莲。不过要大家介绍一只，即个就是迄个伊那话，叫做啥？安喏，英华吼，啊，即、个图真图真，啊，即、个不虎不虎，在座有人知即个啥物无？即、个来，即、个啥？无啊，啥物所在？在什么所在？我上一张，我大家唔捌提到的物件，有人知无？承德巨堂。标准答案，来，我把举起来。都讲了，李老师，哎，李老师是我的师母啦，我的师母。各位知无？伫过去吼，足侪文献归还，拢甲承德巨堂吼，动作是啥？是陈永华的。那个官邸啦，结果是千差万错哈，不但是错，而且是大错特错。因为各位知影无，陈永华并不是伫这个那里讲的，这个街是什么街？叫什么？大同街，不是同林的同，叫啥？通庙街来，各位读起来。通庙街，通庙街啥？通庙街就是咱的国姓爷头前一个足重要的这个新红火炬的这个指挥，叫做陈泽，陈泽，哦，毛泽东的泽，来讲毛泽东的泽，你看怎？泽，就是那个泽是安怎讲？泽，泽来过啥？丹田，好，所以拍摄哈，阮文会委员一时不察吼，我甲咱个迄个承德祭坛甲种植陈永华的官邸啦吼，歹势，来，我有先，这就是野花啦，后尾大家介绍，这个就是各位知影这个什么所在无？好，我是请举一下手嘞，我这纯粹是张，了解。法华寺，这是唯一陈永华写一篇，咱咧讲的，这《孟德元记》，怎啊留伫咱的法华寺？来，即马后一个要问大家，这个孟德元的原主到底什么人知？啊，来讲者，什么村？李茂村，标准答案哈，是看咱的陈永华一好二好好朋友哈，李茂村。啊，尾仔后来，伊退休了，就去住伫这个，咱咧讲的这个，这个啥？法华寺啦，法华寺。有人知法华寺头前较早有一个南无，这个南无是咱台湾有三个姓蒋的这个地府大人啦吼，头一个叫做蒋元英啦吼，第二个叫做蒋温孙。张文孙，迄、那个婚啦，张文婚。第三个叫做张元书，这个其中第二个这个蒋允勋吼，听讲伫八月十五年的时阵，伫咱这个法华寺较早叫做孟德元的头前，各位知无？请到迄阵的迄、那个咱咧讲的艺人呐吼，伊也过莫懂，我安尼个真正是月圆人团圆。就是因为这种的风流雅士，咱蒋允勋叫咱在地台湾那个红色衫，各位知无？风流太守，哦，风流太守，就是讲一件吼，啊，这个我伫这个边疆，各位若有去到现场，
不过这个已经搁在重科的吼，这个所有字拢是咱的智义参军陈永华怀念着因的这个李茂春甲写的一个叫做梦蝶圆寂吼，来后一张，这张是头一届要传传的，就是讲咱台湾市的台湾关系合并了，我甲总共37区吼，甲摆起来啊。10月13迄天，咱的一张嘞，咱们先退一张。我刚刚发给大家，我们的几张旧的来。有淡薄啊做修正啊，啊，这张是根据我的这个我的大南组的组长啊，咱的邱明杰老师，头一张应该是要传达过来控制票。不是，台南公园吼，台南公园，而且在咱这个台南之乡，台南公园，这个所在，阮邱明老师讲，这是传说中吼，传说中陈永华伫遐建立这个天地会。不过大家听着顶一届咱的卢汉伟老师呾此陈永华啊啦，非彼陈永华。不过阮邱明老师讲讲，阿华是写传说嘛吼，传说比较较有迄、那个较有迄个故事性啦。啊，你敢会去？对着阮的邱明老师来听一下，陈永华安怎伫咱这个台南公园伫咧成立咱咧讲的天地会啦吼，啊了后要带大家去这个樱花宫，我应该有写出来，各位看到樱花宫无？是啥？在座知影樱花宫的主神什么人无？我带足多外县市的人来到咱台南，伫咧行孔庙文化园区，去到永华宫，我一问咧到底99.9%甲讲，欧哥，永华宫的主神当然是陈永华，各位有够完哦，歹势，真正，咱个永华宫内底毋是主神，毋是陈永华，各位知影主义参军的神像放伫倒无？后壁的三楼顶。健康，啊！谁人开本地服侍贵姓王？买海叫做永华宫哦。师兄，这间庙本来的，咱的，无啦，我讲这间本来出身的是咱的管泽中王，多年前的。各位今日啦，下课以前去到孔子庙边啊，全部的南门路拢封街吼。我下晡4点要出来，我袂当出来，全部拢叫封街啦，也办桌啊，吼，足凄惨。迄是各位，你有机会去问烟花宫吼，烟花宫的技术吼，听讲大家烧酒哦，看咱的主席广泽主管，沟通呢，用话费，讲咱这个庙吼，都离咱的孔子庙足近的。啊，咱个孔子庙是咱个朱玉参军陈永华迄个建立个。啊，咱个庙离遐尼近吼，咱是毋是会当把这间庙吼来改做永华宫？较早毋是叫永华宫，较早是咱叫做凤山寺，无毋对。结果各位知无？永华宫个主位传着所有个技术哦，伊啊，大家三人共五百跋杯，连续跋三箱。从此以后，这间庙人改做烟花宫，所以各位后盖老机会村，邱老师咧去到烟花宫，绝对千万，唔好大家误解讲烟花宫就是咧拜主神是陈永华吼，唔是吼。不过因为今日是咱的桂姓王的生日啦，各位知绝对请邱明老师去讲一个桂姓王吼，伊要加做新名的这个。这个神机都这样讲，这传说都精彩哈、哦。各位呐，对着阮邱明杰老师的，当看到烟花宫四周内底有几百个壁画，顶管都有介绍。我感觉，迄是我听到内底传说内底吼上精彩。咱个广泽中王，所以说我个人讲，伊嘛是好主嘞，伊真正好主，对不对？好主吼，好主会感动天。啊，咱去到烟花宫了，要传达个。去到咱个台南孔庙吼，我头先讲个，先去入孔庙拜孔子了，再来学校，予大家了解吼。
啊，尾仔要带大家来，来去对待，真正要带大家来诸圣宫啦。讲到诸圣宫，可能在座唔知影，伫咱个报纸一直报讲，陈永华要入去孔子庙代志，讲有听过，有听过，大家唱个看嘛，报几人知影？一、两、三、四个。不过是四当前，咱诸圣宫就主办一个祭拜陈永华的这个事典，就讲做祭典，会使讲办甲足庄严嘛吼。啊，迄天迄天除了请到孔子庙这个角仙归出来哦，角仙、雷仙全部伫遐演奏以外，事实上还佫有一篇文章叫做《迄时间是歹了》。伊咧害我一直看我哩五十分钟咧，最后我要请一位咱的汉罗啊吼，要来念四当前，就是咱今日是蛇年嘛吼，四当前是啥物年？牛年。伫迄当用着台语读着祭文来祭拜咱的咱的主位参军，咱请这位汉罗啊先吼。陈老师，请了，来，我甲吹一下。各位，甲情景回到这个四当前，所以咱伫十月十三个下昼顿就是伫遐好，来来，请了，直接。喂，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日这文吼，我今晚给他聊一下。迄个为天文，己丑年中秋节日，七月十月初四，主祭官台南县县长苏焕智，率领交通部西拉雅风景区管理处处长陈德宏，台南县关镇乡乡长陈兴文。台南县关镇乡农会总干事林正荣，台南县关镇诸圣宫主任委员陈俊明，举国七事献达。根据素修周礼，地节有风明正，诸神大夫正知上卿多察因，遭多历史，即总者注意参军。干军历史统领永为诗文静，陈公为永华灵前发，陈公文静有怀大志，官乐自喜，抚顺东安抚西两座，事事赞叹，后以一文国姓文字聘为参军，因枪静木。可苦乐不顾，法定定格关于了如之教，中诚大人淡薄弘毅，素性甘谈为作世主，国姓既世兼下失守，退休东陵风雨飘摇，世番成分加行主义。兼统勇为执兼将相，总统国政，其临事急中尽瘁，知无不言，模糊不尽。世番气中以为孤鸿，事发平稳路不遂，处事果断应勤敬天，空虚心腹为之分忧。亲力主下，富贵社民，分兵屯田，开山困荒，栽种五谷，即杜绝粮食七只猪腾，一鼎晒阳，贸易海外，远及何书，乃建国客，以供文教，往昔万方顿成乐土。世番西征总者东陵，专属属用军无愧法，
西征败归，释怀宋子官行断义，参军无奈改职归位，升天为神。庶民重用尊为老祖，可以以求赞，庄严安居。传承至今已逾十世，由此功德万民感赞，多报之恩无时懈怠。今行祭典，玉舍本德建树宋树，上台来时，今以至诚祭拜参军，神仪来贺，感此祭事上。到二月二八，伫咱孔子庙内底，即个有一个叫做发现陈永华参军的殿，啊，伊讲开幕时阵，拄好咱个大市长啊，甲大议长啦吼，啊，由我甲导览。所以说，今日讲的吼，比迄间讲的搁较济啦吼，啊，搁较澎湃啦，你讲。咱个大市场去赶行程啦吼，大概二十分钟时间，就要甲介绍。陈永华各位怎讲，有所困难啦吼。所以今日最后要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讲非常的无彩。陈永华过身了，各位怎无？伊个仔婿煞去了咱这个彭习范，千回的政变当中，伫乱棍之下来过身去。好不容易陈永华伫个主公殿间信赖伊之下，甲咱的这个当年王公会使讲一番的这个建设。不过，啥物较会造成陈永华过身了后，咱的这个当年王公差不多无过两冬，就变作摆伫西隆的手中。我个人认为吼，实上应该是亏欠之罪啦，因为。陈永华的丈人就是洪旭，洪旭哈，洪旭把咱的永贵这个指挥官的这个职务哦，尾啊就是放给咱的这个这陈永华。那么陈永华其实伊的仔婿叫做郑克璋，伊的心目中哦，嘛是未来这个东宁王国的这个应该叫做继承者啦，继承者。不过伊唔知讲的这。有法有破啦吼，伫个身边边啊，所以讲各位恁知无？彭习范甲刘国轩、刘国轩甲陈永华，大概什么时阵呢？大概伫这个1669年吼，就是伫咱个地经内底，或者形成鼎足而衰，这三个拢是地经个足重要个这个手下。啊，所以我想彭习范嘛想讲，啊你。陈永华有啥物厉害所在？你不过是靠着你个丈人啊，吼、哦，迄、那个洪旭甲你培养。所以伫这个情况之下，咱这个洪习范吼，有样学样啦，吼、哦。各位知影洪习范来惊死啥物人无？就是郑克爽，郑克爽。所以伊为着要确保因未来惊死会当合法继承这个东宁王国的。国王的位置，所以就用迄个粗残的手段吼，咱即摆讲做，把迄个郑克璋甲除掉，吼，这是感觉伫这个过程当中感觉较遗憾啦。不过，咱话阁讲倒转来吼，咱个陈永华的后代吼，其实嘛是不遑多让啦吼。伫我手中的文献资料，咱知影。陈永华有两个后生吼，一个大汉后生叫做陈伟，伟大的伟吼，人字旁甲提掉是一个火字旁。这个陈伟是尾仔
代表台湾去见到咱的这个空姨的一个咱的台湾的代表人啊。所以讲，空姨知影讲这个单位是这个陈永华的后生，伊甲俄罗斯合作中义之孝，就是表示空姨嘛认定陈永华的这个人格是一个中义的之人啦吼。啊，伊这个后生单位不要。是伫即个江波林区，江波等于即马咱在讲的叫做交通建设哦，交通建设诶，即个职务。啊，伊个第二后生叫做陈梦球，陈梦球，陈梦球，伊考到进士了后，尾仔是伫山西做当地的即个教育部长啦吼，大概山西的即个咱讲叫做教育吼。啊，唯较遗憾的就是伊个查囝。因为查囝去嫁着郑克章，各位查某非常的悲惨嘞。尾啊，伊阿姐查囝嫁郑建美兄弟，所以是郑建美兄弟对。所以是郑成功的亲家，伊嘛郑建美亲家。哦，多谢，哎，副秘书，帮我吹下，真正吹下，这是我所有的所在啦吼。你看那个蒋义英，蒋迄、那个 OK， 蒋义英下一次。好，好。阿边个讲啥？各位知无？第二，大家讲就是讲，头拄仔有咧讲到郭姓爷见到咱个陈永华时，甲封做啥？各位记无？叫做朱哥。所以讲，因两个足相共啦吼。伫陈建第建二十岁时阵吼，要来签即个陈永华做知识产权时，各位知无？一家十岁嘛，所以第一二十岁的时阵，伊是大概嘛几岁？各位知无？三十，彼阵就三十岁哦，年轻气盛的时候，就做全台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知识产权。刚迄个时阵，我要来大家介绍三国的孔明，伫赤壁之战的时阵，伊单枪匹马。去到咱的这个孙权那个所在，叫做舌战群儒。各位知影这段无？伊去甲说服，康咱的这个孙权联合去抵抗这个周朝。迄个时阵的孔明29岁，足相共吼，所以会使讲英雄出少年啦吼。不过我会认为，因两个吼有因较无同的所在。各位知影孔明的口才好唔好？非常之好哦。不过咱的陈永华先生，伊的口才比较比较无诸葛孔明的这个口才遐尼好啦吼。啊，最后要大家介绍这个六官啦，六官作为今日的结束，就是讲六官拢知影叫做雷虎、雷鞭、天罡、天罡。那么这个雷波。大概即马咱咧讲诶考试甲全序，就是讲考试了，啊你对几级开始升吼，包括咱咧讲诶即个全序拢有做个。那么伫明治时期，咱诶地官是红的，即个就是三个石头，不只咱副秘书讲诶，即个红的就是伊诶丈人洪旭诶后生吼，后生做即个内部，即做啥？就是考试搁加即个全序。看到一个科举科了加工规改，那么第二叫户，户就是咱讲的家家户户的户，大概即卖的即个财政部部长哈，财政部。那么伫明朝一开始是杨殷啊，头拄仔咧讲的，徛伫即个郭姓爷边啊，咧替纪晓，佮个一寡迄个来到家即个崇祯实录，叫做杨殷啊。这个户部就是我头先讲，这个大概即卖这个扣税这个单位吼，在一件。再来就是第三个类，有类无体类，类大概即卖教育部的部长啦，教育部长。那么伫明朝做到上官，就是头先讲国子监那个教育单位，这个叫做叶亨吼，杨亨，那个亨是什么亨达？亨利二世的亨哈亨，第四个兵啊吼，阿兵哥，各位知影嘛吼？大概是军书啊甲国防。那么这个面条是叫做陈
神武，神就是神所，咱咧超世外神武，文武全才的武。这个人其实是叫陈英华，叫阿叔，伊是陈英华的孙啊，陈英华孙啊。那么行行，大概即马咱咧讲的行，即马大概书法，吼、哦，一个看人死形、看人活形的这个书法。这个书法伫明朝时代是这个科平啊，科就是迄个科俊雄的科，啊平就是安平科，瓜平瓜平，伊这个瓜平捌做过天津县的地官大人吼，地官大人，啊最后一个叫做公啊，公公是大概即马的交通建设，交通建设，伫迄阵，迄阵是叫做谢贤吼，谢贤谢贤，啊。拄只讲到迄个左都御史，其实迄阵底部的皇民构成叫做左五卫甲右五卫。那么左五卫就差不多咧，甲介绍刘伯先一开谢姓就是做左五卫。各位，你若有机会去到咱，各位知影伫咱这个下营还有一个叫做玄天大帝遐，还有一个左五卫公园，就是咧纪念这个刘玄。好、哦，若有机会去到的所在，那么以上是甲。喳喳喳喳，甲咱这个啊，紫衣参军对出世到翁仙这段四十七单的历史啊，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讲了无好啊，用大家咱包容啊。今日咱的这个讲座就到这，各处的各向大家各向。啊，后一届本来是十月第二个礼拜，第二礼拜拜四，啊，有迄天刚好双十国庆。咱的图书馆六馆，啊，所以咱天下这个杨师棒医师，伫第315场。